家境困苦的未了乡民蔡港水，因为破病瘫痪，最近是不幸往生。伊的太太嘛，因为脚骨断去，行动无方便，所以无法度正常来做事。每个月除了3500块的残障津贴以外，只会当透过扣资源回收，所换来几百块勉强生活。看到这个家庭生活困苦，就连这丧葬费可能都有困难。在新公益的白寮公馆中，这次就发动管委会的委员以及顾问团来募款，希望讲会当帮助因暂时渡过难关。平时热心公益的未了姜环姜，为了帮助家境困苦的乡民，即处伫短短一天的时间内，就募到60000块的善款，由主委甲顾问团长代表捐款给这户人家。伊破病啊，较早是破病，我那关医院吼，啊我落去硬夹迄两块草啊地带好食，啊食好去好去都无法当做啊。啊，伫食药啊，伫食药啊，若艰苦我就再去注射黄外科啦，无就建元遐啦，拢注射。啊，无就有时啊，阮囝出来去号码啊，啊，阮个囝腰骨咱嘛所以嘛无法度，伊较早嘛有手术过啊，啊嘛用无法度通做啊。因为咱知影吼，啊，蔡先生因厝吼算无过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吼，啊，一天吼，阮就募款就差不多6万块啦吼，啊来甲帮助啊伊个这个丧葬的这个费用安尼。未了乡民蔡江水因为久病拖磨。最近不幸来往乡，伊的太太甲后生拢无法度正常来工作，伊真烦恼丧葬费用无法度来处理。这次真感谢姜环姜的帮助。要出山的丧葬费啊？我一日惊无够啦。无够。啊，那无够，我家老也无啥赚啊，无讲无够，我烦恼啊。哦。系啊，啊，如果一寡开支袂啊，潘老有时摕2-3千块，我讲要来。好，我家斗帮忙啦，几个啊，尔啦。哦，经过阮总干事来了解了后，感觉讲也实在有需要大家来个斗下手、斗帮忙。啊，伫这个就发动咱顾问团所有的团员啊，大家乐观啊，来个斗上台安尼。目前蔡工水的太太每个月利用变卖资源回收物所得的几百块，啊，佮有3500块的残障津贴，勉强过生活。未了姜环姜主委张克中表示，未来蔡家如果生活也有拄着困难，一定全力来提供协助，希望蔡太太安心来处理先生的后事。记者黄荣坤采访报道。